叫 Cammy， 其實本身人家幫我報了名字，我也不太知道的初頭，但是慢慢為什麼會更加用心去練這首歌，是因為可能我跟上帝的距離這兩年遠了，是這即可能是熟齡最低谷的時候的，但是參加了這個比賽之後，慢慢就反思可能自己跟神的關係其實是怎樣，可能一開頭神給這個恩賜，我可以怎樣去表達給人聽我跟神的關係是怎樣的，即可能有人覺得參加歌唱比賽我一定要贏啊，但是其實你唱緊俾神聽定唱緊俾自己聽，定係去同眾人交代呢？咁我選擇唱俾神聽。心中